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quitting your job? 想家的时候，Did you ever feel that fortunately I stayed? 看着公司里活动拍的大合影，从这一张带到下一张，周围的人在变化，但是我还在。He's Zhou, an experienced worker in stone industry from Mengying, Shandong Province. 蒙营那边山多，石头也多，从小就接触这些石材。现在虽然大部分的生产都走向机械化，但是一些细节的加工、精品之类的还是要靠人的。一直在石材的行业工作，每当看到石材，都有一种亲切感。出门走在路上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石材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去考虑这些石材是什么材质的，怎么加工的，表面的效果这些问题。对于石材加工，想要做得好，首先你得懂石头。石材它也是有生命的，读懂它的气味、花纹、质地，然后再去打磨。你看着那一些老一辈的人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那种感觉，那种态度，是值得我们现在所有手工艺人去学习的。In all the rebirth, sincerity will eventually be rewarded.While pride and joy always embrace you unexpectedly. 孟良崮那里有一个英雄纪念馆，里面的刻字就是我参与的。看到它的时候，真有一种自豪感。Joe joined Century in 2012.我加入公司的时候就调到城阳工厂，从只有几个人的小地方开始参与建设，到现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正规化，这种感觉真的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一样。Far away from home, he could return and stay for only a couple of days after 2 months work.Though he appreciates his family's support, failing to keep them a company, he feels sorry. 父母和妻子也理解，男人们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觉得也是我能够在外安心工作的信心吧。大女儿今年13岁，大了，懂事了还好，小女儿才6岁。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他学校的活动和家长会，每次回家都很黏我，我就趁着回家的功夫和他们好好的待两天，亲热亲热。我会把公司活动时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爸爸现在的工作，平时都干些什么。我努力的工作是想给孩子做个榜样，告诉他们做事要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要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陪我？你怎么都陪我几天？爸爸那边还有计划，工作还很忙，而且厂里的其他的那叔叔啊都在那干活，因为干工作呢必须得有责任心，不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，计划好了的说在家待两天就得在家待两天，知道吧？好了。Life and work, day in and day out. In ordinary places, extraordinary things happen.
is everyone's responsibility to centuries high quality.